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婷姐要特别介绍什么？介绍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。什么浪漫的事情呢？因为婷姐出了一款特别有意思的香水。什么香水呢？你看，迷情淡香水、迷恋淡香水、迷醉淡香水，哇，有三款特别特别漂亮的香水。那其实婷姐呢，自己喜欢在包包里放这种小瓶的香水，那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然后有三种不同的主题，然后有的是这个西西里柠檬味道啊，还有这个淡香水的，有青柠檬的味道，还有麝香，我都很喜欢。然后我喜欢呢放不同的香水在办公室，就是说每天早上起来看看自己心情不一样，就放不同的香水。然后这个非常非常的方便，因为有时候喷了喷的到处都是，还有特别漂亮的香味道啊，淡香水的，还有麝香，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迷情、迷恋、迷醉。